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与专用车辆控制模块 A 的通讯丢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适用于大多数 OBD2 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该代码表示专用车辆控制模块 A SPVCMA 和车辆上的其他控制模块未相互通信。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，或简称为 CAN 总线。这些模块通过网络相互通信，就像您在家中或工作中的网络一样。车辆制造商使用几种网络系统。在2004年之前，更常见并非全部包含的模块间通信系统是串行通信接口或 SI,CJ1850 或 PCI 总线和克莱斯勒碰撞检测或 CCD。2004年之后使用的最常见系统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，或简称为 CAN 总线。2004年之前也用于一小部分车辆。没有此 CAN 总线，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，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会或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，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专用车辆控制模块 A SPVCMA 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车辆的两侧，也可以安装在中央控制台下方或前车顶线下方。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，有些直接连接到其上，而大多数则通过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。这些输入使模块可以控制制造商在其车队部门中提供的特殊功能点，这将包括特殊的警察包、灯条、警报器、侧灯、前后闪光灯。请参阅车辆特定参考，以确定在您的特定情况下哪个门是 A。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，具体取决于制造商、通信系统的类型、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代码严重性和症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严重性从来都不是很严格，因为这是一种用户便利设备，在完全断电的情况下，总会有手动解决方法。SPVCMA 的缺乏操作对车辆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，特殊灯永不亮，永不熄灭警报器永不亮，永不熄灭闪光灯永不亮，永不熄灭。U0259 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特殊灯永不亮，永不熄灭。警笛永远不会亮，永远不会关闭。闪光灯永不亮，永不熄灭。原因，通常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在 CAN 总线的加或电路中断开。CAN 总线电路中的电源或接地短路， SPVCMA 模块无电源或接地，很少控制模块故障。诊断和维修程序，开始进行所有电器诊断的一个好地方是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。 您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本领域其他人所知道的，制造商可能已经推出了已知的修复程序，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假设此时您可以使用代码读取器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您已经能够访问代码，查看是否存在与总线通讯有关或与电池、点火有关的其他诊断故障代码。如果是这样，则应首先对其进行诊断，因为如果在彻底诊断和修复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 U0259 代码，就会发生误诊。如果您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 U0259， 请尝试访问 SPVCMA。如果可以从 SPVCMA 访问代码，则 U0259 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。如果无法访问 SPVCMA， 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 U0259 代码处于活动状态，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，会导致专用车辆控制模块 A 断电或接地。检查为该车辆的 SPVCMA 模块加电的所有保险丝。检查 SPVCMA 的所有地面，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，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如有必要，请取下它们，用一把小钢丝刷和小苏打水溶液清洗，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的每一个。如果进行了维修，请清除所有将故障代码设置在内存中的模块的诊断故障代码，然后查看您现在是否可以与 SPVCMA 模块通信。如果与 SPVCMA 重新建立通信，则保险丝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如果返回代码或仍无法通过该模块建立通信，请在车辆上找到 CAN 总线通信连接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车辆两侧，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的 SPVCMA 连接器，也可以安装在中央控制台下方或前车顶线下方。
在拔下 SPVCMA 的连接器之前，请断开电池负极电缆。找到后，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，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拉开连接器，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，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如果需要清洁端子，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，让其干燥，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。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 SPVCMA 之前，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您将需要使用数字伏特表 DVOM 验证 SPVCMA 的电源和接地，可以访问接线图，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进入 SPVCMA 的位置。在继续操作之前，请重新连接电池，但 SPVCMA 仍会断开连接。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 SPVCMA 连接器中的每个 B 加电池电压电源，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如果不确定，电池负极始终可用。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，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极 B 加，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再一次，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如果不是，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接下来，检查两个通信电路，找到 CAN C 加或 HSCAN 加电路和 CAN C 或 HSCAN 电路。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，将红色引线连接到 CAN C 加。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，您应该会看到约 2.6 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。接下来，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 CAN C 电路。您应该会看到大约 2.4 伏，并且会稍微波动。其他制造商显示的 CAN C 电压约为 0.5 伏，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。检查制造商的规格。如果所有测试都通过了，并且仍然无法通信，或者您无法清除 U0259 故障代码，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，因为这将表明 SPVCMA 发生故障。点，这些 SPVCMA 中的大多数必须针对车辆进行编程或校准，以正确安装。